《秦帝国》第五部，《铁血文明》第一章，《出政飓风》。说话间，侍女已经将三只陶碗斟满。李斯再不说话，举起一碗，鼓鼓大饮。一连串三碗下肚，直觉甘美沁凉，清爽无比，仿佛一股秋风吹拂在五脏六腑之间，全身里外每个毛孔都舒坦得通透。好。 这是甚酒？这不是酒，是酒妹。少年嗤嗤笑了。酒妹不是酒，甚话？哎呀，客官，酒妹是醒酒之酒。李斯大笑。好啊，你小子怕老哥哥掉到水里淹死，只赶紧叫我醒来是吗？笑着笑着。 李斯没了心计，生气，盯着粼粼水面，一声长吁。此时，小船正到湖心，夜半凉风掠过，在这连续炽日炎炎的闷热夜晚，爽的人浑身一抖。李斯再也没有了酒意，船头临风伫立，一腔郁闷又在心头燃烧起来。连日事变迭生，莫名其妙。 被夺职驱逐，自己却始终没有机会看到那个逐客令。方才一看逐客令，发端虽是郑国，却上连嫪毐、吕不韦，下设所有山东人士，连蔡泽这个已经辞官归隐者都牵连了进来。举凡外邦人士，逐客令一体斥为奸佞；举凡六国之客，逐客令一体看作贱人，更为荒诞者。 凡在秦国做官的外邦人士，竟全部成了食秦之禄、乱秦之政。如此算去，被驱逐的外邦人士少说也有十几万。秦国疯了吗？秦王疯了吗？想起被劫上渭水快船的那一夜畅谈，李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，英气勃发的年轻秦王会做出如此荒诞的决断。然则。 白纸黑字，书令凿凿。这场风暴已经刮了起来，还能做何解释？只能看作天意了。远看此事，李斯至少有一个最直接的评判：逐客令一发，秦国人才必然凋零，秦国强盛势头必然衰减，年轻秦王的远大抱负则必然化为泡影。 仅仅如此还则罢了，毕竟是老秦人自家毁自家，你能奈何？最令李斯揪心的是，这个荒诞的无以复加的逐客令，将彻底铲除他刚刚生出的工业根苗，彻底埋葬他辉煌的梦想。放眼天下，当今能成大业者唯有秦国，任何一个名士，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秦国融为一体。 才会有自己的璀璨，否则只能是茫茫天宇漂泊无定的一颗流星。疏忽二三十年过去，自己的一生也就完结了。即便秦国再出一个英明君主，天下再出一个强大战国，自己也无可挽回的在灰蒙蒙的生涯中倒下了。人生苦短，上天给你的机遇只有这一次，绝不会有第二次。 这一次，真的完结了。李斯一个机灵，猛然转过身来。小哥，船上有无笔墨？有，还有上好的羊皮纸。好，摆岸。先生大哥，船头有风无灯，要写字得进船舱。 那得看谁写，我写，月光进够。哎，我去拿。片刻之间，少年将一应文案家事摆置停当，对着底舱一声吩咐：“讲手听令，先生写字，湖心抛锚，稳定船身。”李斯连连摇手：“这点颠簸算甚？船照行不误，有风更好，走。” 少年大是惊讶，先生大哥，这般晃悠着你能写字？看着少年的眼神，李斯哈哈大笑：“老哥哥别无所能，指着写字难不倒我，马上都能写。船上算甚？尽管快传凉风。”少年“ a 的答应一声，立即兴奋地喊起来：“先生号令，快传凉风！” 起。话音落点，便闻桨声整齐开划，小船箭一般飞了出去。湖风扑面，白浪触手，分外的凉爽舒适。李斯肃然长跪案前，提起大笔，略一思忖，笔锋便沉了下去。风摇摇，水滔滔，浪花时不时飞溅扑面。 少年一手扶着船帮，一手压着羊皮纸边角，嘴里叨叨不停。我说：“大哥，这船晃水溅的，没个人能写字。我看还是回书房，要不靠岸在茅亭下写也行。”李斯一声断喝：“给我闭嘴！只看着换纸。”少年惊讶渐生，连连点头。 李斯石雕一般，岿然跪坐船头，任风骨浪花扑面。一管大笔如铁犁插进泥土，结结实实行走着。黑枣般的大字，一个个一行行洒落。不消片刻，一张两尺见方的羊皮纸，眼看便要铺满。此时，一片浪花哗地掠过船头。 惊讶入神的少年恍然大悟，连忙站起就要换纸，不意脚下一个踉跄，恰恰跌在了李斯右胳膊上。少年大惊，跪地哭声连连，叩头，脸色白的连话也说不出来。李斯回头不耐地呵斥一声：“我都没事，你哭兮兮个甚？快换纸！”少年长身凑过来一看。 羊皮纸上的字迹果然个个清晰，竟没有一个墨疙瘩，不禁高兴地跳起来。脆生喝了一彩，利落地换好一张羊皮纸，跪在李斯身旁，殷殷打量，直如侍奉守候着一尊天神。月亮挂在了西边树梢，快船堪堪绕湖一周，李斯终于搁笔。先生大哥。 你不是人，你是神。少年扑到李斯面前，咚咚叩头。李斯没了笑声，喟然一叹，一手扶住少年。小兄弟，先拿信管泥封来。少年忙不迭答应一声，在船舱拿来一只铜管，一匣封泥。李斯将几张羊皮纸卷好，装进铜管。 又做了泥封，这才郑重其事的问少年：“小哥，能否帮我送出这件物事？在下毕生不忘小哥大德。”少年惶恐的红着脸，一个响扣。先生大哥只说送到哪里，小可万死不辞。”李斯一字一顿：“送到咸阳令官署。” 亲交蒙恬将军，敢吗？少年顿时顽皮的一笑。咸阳送信，小可的本事不比先生大哥写字差，怕甚？大哥只等着，日内我给你拿到回字。只送出就好，不要回字。不要回字。收者回了字也没用，这。 只是一桩心事罢了，先生大哥，你要走吗？对，天亮便走。好，我立即送信。四更天能送信？不急不急，我走了，你送不迟。先生大哥放心，我在咸阳熟得透透，你等我回来再走。 小船正到岸边，少年飞身纵跃上岸，疏忽不见了身影。六，振聋发聩的《谏逐客书》。嬴政昏昏病卧，直觉堕入云雾一般。那一日，从蓝田大营飞车归来，一身泥土。 心绪焦躁，嬴政本想一番沐浴之后，平心静气的会见等候他的李斯，商议泾水河渠究竟是继续还是停工的事。嬴政确信，干练而有全局气度的李斯会给他一个恰如其分的依据。想不到的是，王婉的消息，尤其是“见人皮琴”四个字，如同一支火把。 突然扔进了四处流淌猛火油的心田，他莫名其妙的突然爆发了。郑国是贱人皮勤，对山东六国了如指掌的吕不韦不知道，肯定知道。明知郑国是贱人，还要委以何渠重任，吕不韦意欲何为？正是这电光火石的思绪连结，使他突然觉得吕不韦一党的势力仍然牢牢盘踞在秦国。 仍然是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座大山，他们在他的脚下已经事先挖好了深深的陷阱，只等他盲人瞎马的落入陷阱。这座大山在轰然压下，将他与秦国彻底埋葬。这个他们不是别人，正是吕不韦及其身边的山东人士。殿廊到殿堂，也就是百步之余而已。 短短的一箭之地，嬴政几乎是一阵飓风般刮进去的。当他一脸一身泥土汗污，手提长剑，呼呼大喘着冲到王座前时，所有的元老大臣都惊得站了起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没有一个人说话。秦国贱人，吕不韦可知？嬴政记得，他脱口冲出的第一句话是对着老廷尉去的。 老廷尉似乎有些犹豫，打量着猕猴般的嬴政说：“此事重大，望王清醒之时再行会商。嬴政勃然大怒，一连声吼叫着：“廷尉，据实禀报，否则以误国罪论处。”老廷尉一拱手说：“郑国见人之说，是一个秦国商人易报。” 此商人从韩王近臣口中探听得来，还没有得到直接凭据证实，然则大体可信可靠。至于吕不韦是否知情，尚未勘问各方，不能判定。嬴政正在急怒攻心之时，对老廷尉事事不确定，大事恼火。当时一声大喝：“吕案已经查清。” 如何能叫无法判定？老臣有证据，吕不韦确实知道此事。一位王族元老挺身而出，嬴政私生下令禀报。元老说，年前看吕时，他辅助国政监查抄吕不韦府,府邸与文献学宫，曾亲自查到吕不韦五年前得到的秦史密报，密报明确禀报说。 韩国实施皮秦奸计，已经派水工郑国入秦。吕不韦不可能不看密报，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此事。嬴政大怒，问：“当年这个秘密使节是谁？”元老说：“已经查清，是吕不韦的一个赵国门客，后来跟着吕不韦回了洛阳，也跟着吕不韦自杀了。”嬴政又问：“当年议定泾水河渠上马，都有何人参与？” 元老回报说，没有一个秦人参与，全是吕不韦与在秦做官的外邦人士商定。骨干是燕国的刚成君蔡泽与楚国的门客舍人李斯。为了隐瞒郑国贱人底细，吕不韦才擢升那个门客李斯做了河渠丞。另一个元老立即慷慨激昂地补报，他有个族侄做河渠吏，曾对他说过。 李斯与郑国情谊笃厚，经常在一起彻夜密议，分明有不可告人之秘。其余元老大臣也纷纷开口诉说各自当初察觉到的诸多疑点。被元老们怀疑之人，无一不是六国人士。当时除了老廷尉与王婉没有说话，大臣元老们人人愤击，一口声怒骂山东人士。 一番纷扰，越扯越深。嬴政不耐烦地喝问一句：“你等聚在这里议论一日，究竟甚个主张？明说！”元老们异口同声：“驱逐山东之客，还我清明秦政。”嬴政心头突然一亮：“对也！秦国多年纷纭纠葛，根子都在六国人士。” 不将这些人进行驱逐，秦国永无宁日。嬴政也还记得，当时一缕泥汗正弥漫到眼角，猛然一揉，双目生疼钻心。王婉下逐客令！嬴政一声怒喝，重重跌倒在了王案前的石阶上。三日后醒来。 嬴政已经浑身酥软的不能动弹了，太医说这是急火攻心又虚脱过甚，若不能静心养息数日，完全可能引发虚劳大病。嬴政原本不是平庸之人，此时更是清醒，自然颠得孰轻孰重，对老太医只点了点头。第一次开始了不见大臣不理国事的卧榻日子。 旬日之中，只有一个赵高与一个老太医进出。偌大寝室，清静的连嬴政自己都觉得怪异起来。这日吃过中饭，嬴政自觉神清气爽，对老太医笑道：“药可服，再卧榻不行了。”老太医皱着眉头，轻声说：“依着医理，王体至少得休养一月，否则还有后患。” 嬴政脸色顿时一沉，你说，后患是甚？老太医吭哧的满脸通红，只是说不上来。嬴政又气又笑，无非折我十年寿数，怕个鸟！小高子，叫王婉整好文卷等候，我即刻便进书房。说罢，端起大碗，将满满一碗黑红粘稠的药汁咕咚咚,咚喝下。 又利落的沐浴更衣，不消片刻，嬴政精神抖擞地出了寝宫。时当入秋，日光分外明亮，树林中蝉鸣阵阵，天气闷热的有些异乎寻常。嬴政一出回廊，突然止步，愣怔，不对，渗味儿，林下湿气。对，没错。嬴政蓦然回身。 盯住了身后举着伞盖的小侍女，问：“下过雨吗？”侍女被嬴政的眼神吓得张口结舌，只胡乱点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嬴政高兴的“嗷”了一声，一阵狂风般卷进了书房。王婉，几时下的雨？昨夜三更，半楚雨，还下不下？天象台已经报来。 月内有透雨。天也！嬴政眼前金星乱舞，烂泥一般倒在了地上。片刻醒来，王婉、赵高、老太医三人都围在身边，忧心忡忡。嬴政忍不住笑意，一挺身站起，乐呵呵一挥手：“老太医去了，没事没事，高兴而已。”老太医想说什么？ 终究吭哧着走了，嬴政精神大振，立即吩咐赵高抬来文卷大案，王婉依照着日期顺序逐一禀报积压下来的紧急事务。说话间，赵高抱来了一摞竹简，摆在案头，惶恐地低着头不说话。嬴政眉头一皱，赵高吓得扑地跪倒：“君上，没有了，这几日没有文卷。” 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，第一章，出政飓风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。下期我们再见。